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古镇镇是我国最大的灯饰产供销中心。这里的灯饰销量占国内灯饰市场70%以上，产品出口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着各国客商前来选购。古镇镇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灯饰之都，也是亚洲飞人苏炳添的家乡。古镇人深耕灯饰照明产业40年，已经把这个古镇打造为产业中心、贸易中心和设计中心。这个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小镇，常住人口22.2万，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超7万家，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灯饰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我们华玉灯饰是1990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33年的年头了。我们公司从一开始都是以外销为主，然后我们外销的市场是北美市场。到今年为止呢，我们整体外销跟内销的比例是7:3，就是外销我们的比例是占整个公司业绩的70%。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The media, as we know, is the media. The competition also makes others say like the Chinese products is not good. But people need to come, actually come to see how is China, how is China is strong, how China is big, how is the people are nice, and then you judge if you wanna buy or not.2016年，古镇镇入选了国家首批特色小镇，但古镇不古，小镇不小。正是因为一批批像古镇这样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特色小镇坚韧生长，点亮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耀眼光芒。